我喜欢把东西摆得整整齐齐的，空间一变大，想象力能自由的奔跑，新的灵感就可以降落下来，然后被放好。我是一个尝试去享受低潮的人，好比说有一些海洋生物跟风景要等到退潮才会被发现，像是蛤蟆，还有那些你在涨潮时候看不到的其他生命。涨潮的时候你也无法在海退去的沙滩玩耍，只能一直说服自己事情无绝对，世界无究竟。面对未知，去经历不断的重塑和改变，松开界限，我找到了全新的声音，遇见想象外的世界。哎呦，你该不会有火吧？好，哟，你刚找不到？太好了，有救了！你刚找不到？对啊，那你的枪嘞？都没有带东西，我没有带。我觉得这个还好有你，大把。哇！You got the fire。You got the fire。I got a fire。Oh, where did you get that?超快的，超快，是不是在那边拿火种在生？对，对，现代人就是要享用现代科技。对，没错。我们不是写歌机器人，要聊得来的伙伴才能撞击出好东西，是不是？花太多时间在上面这样。真的，还好有这个东西。你刚才弹什么？最近觉得这个和弦进行蛮好听。Jam 个什么啊？你刚弹那个还蛮有趣的、啊，一点乡村一点点的，但不用到太急的那种。好，乡村一点，这个可以吗？乡村，试一下，试一下。Well, I got a fun, 如果你够仔细，可以听见音乐里我们的情感形状、生命经验、意见撞击，无拘无束，很自由的在丢弃中融合。创新，那些很真很真的东西才耐听。我们在这里靠拢靠拢，但是没有肉。
beacons of fire. It's burning, burning. Oh.Oh, d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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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a那什么东西啊？颂钵，颂钵，它是就是会让你 calm 下来的一种乐器。它可以，它的作用是什么？它的频率你听一下，它就是，因为它的 sustain 很长，所以当它发出声音，它可以在短时间内让你的大脑产生阿法波。阿法波是？阿法波就是类似你做梦的时候才会有的阿法波，我们平常是贝塔波。所以我这样一打开我就做梦了，清醒的哦，清醒的做梦。对，跟我今天预设来找你的这个录音那个体会感觉不一样。对，那你本来的预想的我本来以为是稍微你知道再更嗨一点，没有，一般一点点，这个非常的 unusual。 你平常静不下来只会用这个吗？会，或者是你不一定静不下来，因为你可能也不一定是我，可能就烦躁吧。会、欸，也会，因为有时候烦躁的时候，我觉得就很像是你的大脑里面有很多条很杂乱无序的线。然后当我听到这个波的时候，我觉得它的效果就像我刚刚讲，就是它像梳子。对，你头发乱的时候，你梳子一用，就它就是会比较整齐嘛。一、二、三。迷幻呢、欸，阿法波，阿法波，喜欢，因为会发现生命需要的东西其实很少，当时间慢下来，好像更容易找到真正重要的事情。慢慢的，我学会不去强求，而是看生命想把我带到哪里。如果能刚好把我带上一个很会煮菜的露营伙伴，那就是完美了。